吃饭的时候要正确使用刀叉。是呢。如果要过那就用手抓。老师啊，不要难过，你不要回我，你要相信乱子国不就是使用宽刀，要懂得礼貌，不能用烂刀或汤啊，要用小刀，不然要发飙，接着用机器刀，如果有一个大花，你不用手抓，要用刀和叉，我有那一些礼貌，我已经知道，请你不要再唠叨，再说那我们会说，你不要啰嗦，像个老太婆。啊，飞的啦，飞的啦！我房间，我房间。